我的水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龙。这两天下了两天的小雨啊，这小雨没啥意思，现在雨过天晴了。明天准备放水浇一下地，因为最近实在是太干旱了啊。最近我们也是特别忙碌，今天我们就改善一下伙食，所有人都在，一起来瞧一瞧，看一看。起锅倒入新鲜的胡麻油。今天第一项，我们先炒肉臊子。最近因为肉臊子已经吃完好久了，也一直没时间炒。这是啥鱼啊？臭鱼。臭鱼啊！这咱我小都是吃臭吃菜的嘛。臭鱼。起锅倒入新鲜的胡麻油。你会炒吧，豆弟？先学一下。倒入小龙虾的料。倒入啤酒，这东西烧的不错，这个。前进，砰！你看过吗？这家伙啊！地方的锅里头，加入各种菜，哎呀，第一次做鱼啊，这不太做的不太好，那鱼太大了，加水。再说半煮煮之后，肯定有网友要给你制造了。掐指力量吗？掐指力量。你要满多少斤？走。我现在对着了，再跑吧。死了就对了。终于要出锅了，这么大的一条鱼进去的时候是全食，出来的时候肉都掉光了。你看，哎呀，放着我的大碗。臊子进入碗罐。这个鱼头先对着一人呀，对着你吃吗？吃鱼的。我要让这个被吹。这叫谁面皮最厚？你看你。想你吃虾仁吗？虾皮。
小孩怕你不敢吃。吃啊！不吃不吃。这个羊肉不吃啊？酱。出院出院吃噻。不吃啊？哎，我第一次注意啊，小孩那些，给点面子。这人不敢吃，么害怕那么子啊？好喜欢你，好喜欢死了我的。这东西得咱留呢，再不咱是还没可不出过去。家里我的三块草出过去削呢。就是于谦嘛，于谦。我不吃，我认命，他这个老爱吃。老去陪着后天陪吃，啥钱给你？我都不要。我说这喜欢糖，我去后头。啊，不爱吃。只要爱吃的，不爱吃的都不是。不吃不吃，就爱吃老去跟我在这过完了。你天听说，这老说就完了。不吃啊。吃了就喊说就完，就喊我吃。我。对对对，这老说方法就完了，你看你。你不老去，你网友说是为啥着没鱼没肉多多？我说我不爱吃，不爱吃鱼腩肉，你有些人说是。我舍不得花钱，咋你让我老去再浪费钱？我这个人还不是就个儿呢，反正是热那两天，我想看这不吃给碾压了，你哪会给吃不去？前头路那个急着来放热点陪日的。我儿呢？